明日沙田十场百草二泥赛事，星期六跑日马又是爆冷机会。观乎十场有部分是超热满天地，第九场直路可观性怎高？球冷当然要留意三 T 场次。第四场七号皇帝赛，此区上季初出第四，全程内档悭往上前有少少追势，但今季初出全程三跌，直路一早收工。今场换上潘日辉，加上全场没有放头马，此区抽到一档，加上初戴羊毛面箍，相信会立心大放。私跑道作赛纷纷由头带到尾。第五场四号阳光大地，此区近三仗用十磅仔陈家熙，每次只是接近。今场换上梁家俊，一千转千四会较易适应，加上五档起步，直路只要不塞，相信冲入一直绝对正常。